起画大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别急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托付者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前一阵跟黄一阵区别大了，跟光是人前一阵在上面的人少状态了。昨天我在上班都谈了一天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不是，胃疼啊。你知道那是胃啊？我这些月喊了，就喊了一会儿药，就是断江小，就是缓解跳开雾了。我知道这苦，但是喊完了妈妈捡了一个看，中了。一口气拦不要问他，一口气喊完他。这去倒了还是得有挑战？这苦了。叔叔最近多正班，也不过心是还越是最班的孩子，跳不跳？跳。来去讲离我远了。去不去？去不去转一圈了？嗯，去。去走个欢喜。我发现来了夏天生活越来越抑郁，感觉整个人都抑郁了。很少穿，嗯。每天就在楼里，就还没拾到老脚，就还没到鼓上歇楼了，就又开始出发了。小鸡奉寿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秋天多么美。这你在学校才学的性格啊？哎呦，今儿不来啊，非常应景，不知道去。某个说天美了，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春天美了，因为春天的花儿都开了，秋天也美，秋天的果子都成熟了。各个季节有不同的美。冬天妈妈在家休息。还有大家喝。你喊大家吃饼干呢。秋天也美。跳了这道海是不是心情好多了？我心不生病了，我心情就好了。嗯。啊，跳的海啊，那啊，跳的海。后天要抬杠，我心情也就好了。哼。一天不知道抬多少杠。阿秋，你家跳着水啊，就害跑了吧吧？冰跳水，跳着缘分。在这远方是睡。昨天国庆生病了，然后今天一天没有下楼，现在带着他来公园转一圈。听见声没有？没有说好受了，想回。主要你公园正常说话，觉得你的不是礼拜天，都没有开始营业。南方是这么说说。我说说，一会儿就来接哥哥了，下来转回来接哥哥了。主要去说话去了吧，咱收了了再。上一回说是不是得10块钱？主要在那弄，把我那村家工人气人闹干了。10块钱，10块钱5分钟，1毛钱。有没有北北的美女？用不着。嘿嘿。当然也是要成功的。来帮我成功。那今天收背后。收背后，那今天啥的时候？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可是后跳了，你就在那倒抽了。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。我也想谢谢你，然后接给想啥给你。爱你唱唱歌。我跳了好不好吧？你不说过，叫我能发现的时候动动上，跳了抽了。不是一跳舞就是感觉，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哈。感动哭了，那是我对你多好呢，正好不是就好啊。你这会儿里待会儿啊，待起来了。我没待起来，好不好自己心里知道。眨呀眨，路口要看红绿灯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黄灯亮了，请等一等。请完了，不是黄灯，请你不要急。就这样完了。黄灯，请你不要急，后面嘞。没了。把我弄两个存回来，我可去再给播哈啊。中。搞个国庆会议，中还锻炼身体。到那了，挺身再给他买点烧饼。我身上上去他背。嗯。弄烧天的留下。不行，走吧，走，用那个车。热乎乎的，走。嗯，热乎乎。小吃小吃小吃，啊，我去买菜了，刚刚你在播上了。嗯。已经放了学了。没有，估计他自己又回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
我喊。我喊。自己坏了。下去再自行了。然后讲开始了。自行等5:40，这个自行开走了。不要带着猫了，弄会跳行轮了。哎，哥哥正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想要跳哟。冰泡了，冰泡了。来，叫妈妈给弄着手抱来。我喊家长在等着，叫爸爸去捡了哈。虽然都把有同学自己换了吧。妈妈，你不用去捡了，自己回家。他自己回家了，他小了。长大了，长大了，你没有同学是跟幼儿园的。俺那鱼要长出去了。妈妈，现在定开上音乐课了，一人没有勇气去唱，今儿会唱。唱不中，你的那勇敢唱不惯。你唱就不行。那对呀，个音乐老师不能让你对，他请了的，他小星星啊，正好会。会呀。哎，人家来听一下，好不好？真是，上一节音乐课开会他请的。我是自动的，算着自己生的不中。记着了，接着 A B C D E F G。坐儿童车。接着跳的呀？接着跳的估计。嗯，接着跳。嗯。哦哦，跳的，坐上车来。坐上给你都炒点菜。那这马上下卖烧饼了。哦，这是下的，就是儿童老弟这儿卖的，子孙念的饭好多呢。嗯，念的就倒好点。嗯，他念的烧饼。吃吧，吃饱了，然后你都送我回去自己结算，不用。走。香不香？行，对，一起写出来啊。